十月十二日有一個慈善晚會，而呢個晚會咧係有一個講座咧係由我主講嘅，叫做《發明與創業》。咁啊，當晚咧所籌到嘅善款咧，係我嚟支持呢個雲南利西嘅學童嘅學校嘅重建計劃嘅。咁希望大家咧當晚咧能夠踴躍嚟參加，順便聽下我點樣去講呢個講座啦。喺呢個2013年8月28同埋31日，喺雲南省香格里拉縣尼西鄉發生咗5.9級地震。咁呢次地震咧，為當地嘅農民咧嘅家庭咧嘅房屋咧受到好大嘅破壞啊，包括有冧山啦，啊或者啲馬路咧全部咧裂曬啦。咁我哋喺當地嘅一間助學嘅學校叫尼西小學，雖然咧佢個校舍咧冇受到好大嘅破壞，但系咧學生應該要帶翻學校嘅床上用品啊、棉被啊、校服啊、書包啊、水壺啊、飯盒等等咧，都因為咧呢次地震咧都大部分咧都埋咗喺地下啦。希望大家踴躍支持，積極參加，多謝大家。